啊，我想这个巧心啊，过去啊，嗯，他完全不畏惧啊民进党的权势啊，嗯，好，因为民进党是一个这么专制、这么霸道的一个政府，有这么多的贪污腐弊的这些啊相关的这些大案呐、啊，那人民都希望迫切的是需要真相，嗯，那巧心一直都在第一线，嗯。跟民进党对战，对，哎，好，也勇于揭发他们所有的这些不法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嗯，那所以啊，民进党今天是用国家的钱在养网军呐、啊。嗯，哦，你看这个数位部200多亿花掉了，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国家有这个部？好、哦，就是唐凤啊，就是大家只了解说他这个租房子要花7000-8000万呐、啊，对，还要装潢哈、哦，还要出国，哎，还要出国哈、哦嗯，就是天天在他的东宫里面呐、啊嗯，过得开心快乐哈。哦嗯，所以一个政府一个单位完全没有任何功能的单位一年要花200多亿，其实就在通通在养网军哈。所以我们要特别让大家了解，一个能够勇于对战，民进党有这么多的绿媒，有这么多的侧翼，这么多的网络攻击，有百万的网军，这些人头账号，还有一些被洗脑的孩子天天帮他们在吆喝，好，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也能够站出来，嗯，好，跟他们正面对决，对，好，把所有的民进党的弊案一样一样的揭发，我们真的要给这个巧心掌声啊。那我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今天不管是谁，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亲戚，都有他的朋友，好，好，甚至啊，一定都会有结交认识的人，对，好，那你说，嗯，这个谁是一个坏人？嗯，啊，那个人我们认识。我们认识是我们有我们就我们也变坏人了，就变千年哈、哦。我想这个人生来啊就没有选择亲戚的权利哈、啊嗯。所以、啊、我想这个亲戚有做了一些无端的事情，嗯，好、哦，就应该把这个无端的事情把它查明清楚，嗯，而不是用这种含沙射影、含血喷人的方式。对，好、哦，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不应该。是。而且这个国家级的网军啊又带头在那里攻击啊，哇，政论节目、清一色啊。哦、而且你知道骂他们骂人都很有意思，你知道看那几个台、哦嗯、骂人的连那个晚上政治节目连标题都一样、啊、哇，那个不是总统府就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统一厨房、啊、中央厨房、啊、中央厨房，你要怎么骂人、哦嗯、要讨论什么事情，叫绿嘴怎么骂、嗯啊、网军怎么带风向、嗯啊、车翼怎么喊，对，都是现在都是一整条的产业链、啊、产业链，对，而且这些都是花我们国家的民脂民膏去养出来的，是、哦、那电视台的补助款，这些侧翼的统包的钱，这些个案、啊、政府发包的这些案子给他们拿去拿、嗯、拿了以后专门骂政骂这个在野党，对，骂在野党，全世界很好笑、欸、只有台湾的媒体是监督在野党、嗯哦、全世界媒体都是监督执政党，只有台湾的媒体是监督在野党，没有，我们中天还是很努力的，有在监督，你们不是 cable 嘛，所以我要特别讲、啊、直接一枪就把我打倒，不要这样伤我们的心，我们很努力想要回52台，现在叔叔正在想办法，叔叔谢谢傅叔叔，谢谢，所以我要特别讲、哦、巧心啊，他这么样的、啊、这么样的、啊、用心、嗯、对，好，我们正在给他鼓励、嗯、而且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最不应该的就是这些涉案的人都是民进党党籍啊，而且这是民进党主要干部啊，嗯，这怎么会跟巧心扯上什么关系呢？真的，我觉得真的啊，今天啊，这个世风日下，嗯，哦，真的指鹿为马，嗯，哦，错的事情他硬要把你讲成对的事情，对，明明是白的，硬要把你染成黑的，嗯，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嗯，这个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国家，是，好，所以啊，我们再次给巧心加油，嗯，因为他是最勇敢的，嗯，他真的，我就像一个 uncle 一样哈 ，uncle 一样 uncle, 对对对，哎、嗯，给巧心 uncle 要给巧心安慰，然后也要帮中天回52台，组合屋啊，嗯，因为确实有需要，嗯，需要的原因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刚刚你讲了，嗯，好、哦，你不管是要拆除的，嗯啊、你要离开一整年，嗯，好、哦，那如果是重建的，嗯，好、哦。整件的、啊、整件的话起码也要一年、嗯、大楼一年一年半、嗯、那如果说我们单纯就去住民宿啊或是去亲戚家住啊、嗯、对，好，或者是旅馆啊等等，不是个那现行的办法除了疫情以外、哦、大概旅馆这些是3个月、嗯、问题是那个地方不能住久啊，对，因为毕竟家里
你真正自己的家，你要有厨房，要煮饭啊，家人要聚在一起啊，要有共同的生活啊。好，而且你住在饭店里面，那个根本就不是。好啊，或者一亲，你住在亲戚家，你跟一家人住到别人家住那么久吗？好，三年呐、还是两年，还是一年半，不好意思，都有困难。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啊，组合屋其实现在的组合屋，现代的组合屋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而且里面的设备也都很齐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没错。所以，过去啊，这个组合屋啊，大家对它还莫衷一是。对，那现在逐步了解，其实大家上网去看就可以知道了。好，组合屋现在大概的情况，甚至我们到日本去啊，对，日本去不得了，现在日本的度假反而是去到郊区啊去住组合屋啊，哇，那个不得了，住一个晚上20000块台币啊，这个现在是反过来了哈、现在大家都喜欢去住那个，就是很小巧很自由，然后对，好，那我想这个组合屋现在是真的是，对灾民是最需要的，对，最需要的，所以徐县长也很认真，就把这些，国有土地啊，现有土地都整理出来，现在整理了大概7-8块土地，可以来安置灾民哈、那我们也去跟慈济来恳托，也跟这个红十字会来恳托，也跟内政部啊，不断的希望他们组合屋要早一点来，好，然后我们地点也都选好了，那如果他们确定组合屋可以来，我们就马上要整地了，然后对，排水什么都要做，对。让灾民能够在那里好好安居一下，因为毕竟我跟全国的国人报告，这次的灾情真的非常严重，1700户的无家可归，真的，那是好几千人啊，无家可归啊，好，因为在这么危险的这个建筑物危楼里面，还要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啊，那是很不人道的事情，真的是不可以啊，不可以，真的不行，对，好，那至于蔡总统，他来，好。我们还是很欢迎，好，那当然有交代一些训示性的一些，这些吩咐了，该过场的都有过场了，都有讲了哈，对，那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人走茶凉哈，对，好，到底因为他那天带来的所有的部会首长都是要离职的哈，那我就在想说，哇，这个有效期不知道多久，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很严肃的啊，所以在昨天。我们已经正式国民党团已经提出来重建特别条例，就是0403灾后重建条例，那灾后重建条例在昨天中午，因为提案的话要法律院必须每个礼拜一的中午以前要送到这个议事处，好，然后今天中午的程序委员会就要审查，对，审查之后就到院会啊去做报告事项，那报告事项通过了以后，也经过复议期的，就回到委员会去做排案审查。是，好，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0403的这个灾后重建条例能够尽快的把它三读立法完成，是，让这些灾民能够确确实实得到法律慰藉的保障。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